每次演出弄得都跟上货来似的啊。刚才这俩孩子，一个叫冯兆阳，一个叫杨鹤通。这个逗哏的这个是于谦老师的徒弟啊，是我干儿子。桌子里边这胖子是我徒弟啊，杨鹤通。这几天呢，咱们这是钢丝节啊，钢丝呢是您大伙儿捧我，到今年也干了这么五六年六七年了，我也算不上来了啊，每年都特别热闹，平时不多演的节目都搁在这几天，然后最后一场的时候呢，往台下扔蛋糕啊，约定俗成，也不知这回你们准备了没有啊。哦，那去买去吧。嗯，我小的时候啊，做科学艺，先学的说书，七岁学评书，九岁呢学的相声，再后来说相声不挣钱，唱了几年戏，我这前半辈啊就耽误在这台上了啊，就这股子精气神搁到国外，上非洲当个皇上什么都是可以的，这就是命啊。说书唱戏也是好事，为什么呢？咱们老说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这个一个够吃的吗？嗯，不够吧，我一猜就是啊。哎，也就是听相声听书啊，你们能跟着起哄，要是看芭蕾舞你们可别这样，非得抬出去打得跟踩过似的啊。嗯，其实现在说书啊，说单口相声这个行业挺危的，没有什么人啊，连北京啊在河北啊都搁一块儿，说80岁以上老先生咱们就别算了，就是年轻人吧，从30来岁到50之间全国搁一块儿，也不富裕几位啊，你别看就剩4-5个人5-6个人天天还打得跟热窑似的。这个东西是这样的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听书听相声看戏道理是一样的，艺术没有高低，没有真正的好坏，完全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，就我喜欢我爱我觉得你就好啊，你看着撒狗血，我觉得这就是昆曲。为什么呢？没有道理。艺术有什么道理？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永远没有真正的第一。它不像体育，体育啊武术那个能分出来，俩人得跑步跑100米、嗯、啊，这100米这主啊跑了12秒，那个跑了7天，那就是12秒的赢了。你说到天边去你也不如人家。艺术类没有真正第一，爱郭德纲的，哎呀郭德纲好了都不行了，哎呀古往今来说相声这么好那么好，人家不爱听的不行，我觉得说的都不是相声，允许啊，这就是这门艺术的独特性。那往年钢丝节都是在德云社的小剧场演出，每次一卖票就打得跟什么似的，为什么呢？屋子小，哎你看换到这儿来就比那儿宽敞了，这儿最起码比德云社能多坐200人吧。但其实啊，就是这种演出还是人坐的越少演员最舒服，500人以内就是给我自己说的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能看见你们，你们能瞧见我，你们谁跟那儿挤眉弄眼的啊，谁跟谁说点什么闲话我都看得见，玩手机发微信刷微博啊，我都看得真真的啊，我赶明跟桌子上来张纸来杆笔啊，我这边看一边记录就行了啊。哼，这个这些年说了不少的书，也害了不少的人。好的，哎，原来都管我叫坑亲王，后来成功了，我又晋级了，叫坑弟啊。这过2年我就是坑太上了啊。这个为什么说书挖坑不给人说完了呢？因为我愿意。你得这么想，
我的人生愿望是什么？我就想买辆汽车，啊，这一辈子为这辆汽车去努力，熬到95，终于你有了一辆汽车了，你这一辈子好开心。你说，哎呀，我有辆汽车，出门就买汽车了，后天你怎么办？你会空虚。听书也是如此，就我这书里边且没完了啊，老盼着我填坑，你哪知道我这坑它坑了有坑啊，啊，坑里边翻板转板梅花板啊，各种大钉子还都尖冲上。其实真是有好朋友找到后台，你不能这样，听你哪一段都没有结束。为什么？我说你得理解我，因为我小儿子还小。嗯，郭麒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，这个二的我得指着这些书啊把它弄大。所以说呢，其实是个乐趣。你说你听济公传，听丑娘娘，听这段听那段，明天一晚上把它都说完了，你说你们怎么办？会空虚的，真的。这样话呢，老有个盼头，我有个盼头，为了你们我都不敢死。所以说嘛，是吧，咱们一块儿锻炼身体啊，好好活着，就把咱们这活干一辈子，我觉得是个乐趣，挺好啊。这两天呢咱们要开一部新书啊，哈哈哈哈，我争取不挖坑。你们这个态度我一点都不满意。挖不挖呀？我这俩跟蛤蟆似的叫的，反正看你们表现吧，是吧？你们的精神状态要是好呢，明天晚上我就把这书说完了。当然也看我心情。那个说完了有说完的乐趣，不说完呢也有不说完的好处，咱们来着看好不好？啊，嗯。这个我们德云社有一个叫侯震的人偷拍了我的工作状态啊，就把我弄这节目啊搭了提纲弄的梁子全拍出来了啊，然后发在微博上。有热心观众说了，你发出来也没用，那字儿我们瞧不懂啊。我今天临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，是我也瞧不懂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愣说呗，是不是啊？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，邀酒催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再来一个吧。完了，就爱看摔木头是吧？行了，差不多得了啊！这一会儿12点了，光摔木头谁受了？啊，这个我们这玩意儿简单，有一块木头就够了。啊，这块木头干嘛用呢？我们叫醒木。过去来说，君称龙胆凤霞飞，文卧惊堂五虎威，戒归镇坛僧道绿，唤醒压方锦相随。说就这个，皇上有一块，坐在龙书案后边。大胆谗臣欺君误国斩，皇上有一块啊，娘娘有一块，娘娘叫凤霞啊，这人真是矫情啊。皇上那块叫龙胆，娘娘这块叫凤霞，君称龙胆凤霞威啊。文我惊堂五虎威，文官那块叫惊堂，惊堂木啊。来呀，把流氓于谦押上来。武将元帅，元帅升帐，他那块叫虎威啊，文的叫惊堂，武的叫虎威。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，戒归镇坛啊，药铺里有一个，那叫半块，那叫压方。开完了方子，你说这怎么了？身体不好啊，开药方，砒霜40斤，哎，压在上面吃吧，吃完准死啊。啊，和尚老道什么药铺老师啊，这都有。我们这块
也有。为什么呢？其实说句良心话，过去开书之前拍这个是目的让大家压下耳音来。现在说在大园子了，我们小时候那先生教我那老师都小茶馆，五六十人啊，要说上七十人了啊，那就名驰宇宙、晃动乾坤、老说书艺术家了，都四五十人。开书之前，这一屋子人呐，坐这块叨叨叨叨，都喊都闹，那屋里好家伙，跟蛤蟆炒坑似的。一到点了，先生拍这个，压言，让您别说话，这有技巧啊。这摔完了木头之后，先生念定场诗，这个诗跟后边那书目啊，可以有关系，也可以没关系。为什么要说定场诗？其实目的让您各位安静下来。啊，先生那会儿教我就是摔完木头说话，别出声，张嘴就好。为什么呢？你要喊，底下也喊，因为人家从心理学就这样啊。啊，你看我都开书，你们还说话，我大声念诗吧，你念大，底下声比你还大，越喊声越大，最后这屋能打起来。啊，摔完木头就是，这听书的也是，哎，怎么了？骂谁呢？是？啊，到最后这句能听见，这是心理学。嗯，有块醒木，有把扇子，这也没别的，你当个道具呗，是吧？写东西，这就是笔，打开了，这就是书啊。两军阵前，枪啊，坐那说书痒痒，痒挠。还有这块手绢，这不能擦汗的。擦汗单准备毛巾啊，这是道具啊，拿个当个衣服当个什么的道具，包括这扇子。扇子说我这个我热不能拿扇，不管说相声还是说书，台上这扇子拿起来就得有用啊。一瞧远处来匹马，马上大将，胯下马掌中枪，拿起来有用。说打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今儿把。为什么呀？就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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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么一摇晃，观众觉着乱，拿起来就扇。这一看，这没师傅，这师娘教的，师娘还是跟邻居王大爷学的。这窍门，你听相声吗？你看这主站在那儿就拿起来了啊，这不会，不是干这个的啊，轻易不能动，包括这醒木啊，说在跟屋坐着，外边来人了。啪啪啪一砸门，这啪啪啪砸门，说行，说打外边来人了，砸门，这个忌讳。先生说了，这不是说书，这棺材铺歇钉子呢，不允许，知道吗？所以您瞧这个哪里啪啪啪，这外行。但是这东西，他也说的咱们北边说书的是不允许，你到人四川，人家方言评书这不离手，啊，我见过人家那个。四川评书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再见。他这一个地儿不一样啊，咱们不允许。你看，你包括这定场诗，最后摔了一下木头，就是啊，什么男男男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摔在这儿，摔在这儿。可是您听有人说不对知音枉费舌尖，又摔到后头。这以什么为戒？以山海关为戒啊，枉费舌尖，摔在里头，这是咱们观礼。东北说书的啊，摔在外头，枉费舌尖。不一样啊，说书听的是什么？两种，一种就是故事特别的生，一种就是故事特别的熟，特别的生。你听吧，这书这热闹，每一个故事一环套一环，勾的你口袋里有什么车票都得耽误了。还有一种，听俗的书，你说这故事你都知道，让你听坐那儿也走不了，那是卖能耐。其实这次演出之前，德云社演出部呢问我：“您说一什么呀？”我想了想，我其实特别想说清朝四大奇案，但是后来一想，我这时间实在是两天说不完啊。本来想说什么杨乃武小白菜了，南京四牌楼换肋条骨啊，就这几个
挺特，真是这几个挺好，包括沈阳黑猫告状，这都打小学的这几个。但是一算这个说完之后，后边坑太多，你知道，我实在是不忍心啊。等对机会再害你们吧，好吧？嗯。那么今天说这个书呢，挺有意思啊。这个书我挺爱，为什么我爱这类书呢？这里边人情啊、世故啊、哎、情节啊都很一般。说书无外乎三个要点：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。这三点交代清楚了，就能说这故事。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，哪位是打万历年间来的啊？请举手。哦，好，好，妖孽，我收了你们啊！万历皇上就是明朝的神宗皇帝，明神宗，我没记错的话啊。这个皇上在位期间，中国还算不错。为什么呢？首辅大学士张居正改革朝政，颇有成效，老百姓也挺有钱，对外军事上来说屡屡获胜啊。而且那会儿来说是按照现在的话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期，西方的传教士也刚刚到中国来传教，所以说这段时间在历史上叫万历中兴，就这段时间算是国富民强，明朝万历年间。地点就是在山东兖州，大禹治水化天下为九州，其中就有兖州，就是在山东啊，在兖州。那么说兖州这儿出过什么人物吗？我才疏学浅，我也没很研究过，但我唯一知道说相声台上老唱那个秋胡戏妻桑园会，那个故事是发生在兖州啊。兖州呢，当初最早的时候不成为一个府，是到了明朝永乐年间啊，这个朱元璋啊，他有这么一个儿子，第十个儿子应该是啊，鲁王朱谭，我没记错的话，鲁王朱谭。这朱谭呢，他那块地就是在兖州这儿，山东都是藩王嘛啊，你山东他河北，你什么哪儿，你乌鲁木齐各处一分啊，兖州这块就给了这鲁王了，所以因为他在这儿才把兖州晋升为兖州府啊。现在好像兖州是属于山东济宁啊，从兖州市好像成了区了吧，现在应该是这么一个行政划分啊。咱们说的这会儿正是兖州府啊。兖州府这儿住着一人，姓王，叫王金榜，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了。人生啊有这么几件好事，其中就有金榜题名时。听这名您知道这是一念书人，不错，小伙子二十郎当岁，长得挺精神，从小就念书，学习一般，爱念书，但是念着念着就累，更爱休息啊。可这名儿呢，爹娘给起的，就叫金榜。有一天你就金榜题名啊，这中国人呢，他好研究这个，叫个金榜，你就叫金榜题名了，叫金榜还背不住，让绑票的看上你呢，是吧？哦，这孙子可金榜了，是吧？弄他几回吧，是吧？所以说这名字啊，跟本身这个造化没有太大的关系。那么说王金榜平时干嘛呢？父母岁数不小了，他平时没事啊也念书，打小啊有这么几个同学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几个小哥几个在一块都挺好，但是呢学习都很一般啊。最好的呢有一姓玉的，哪个玉？就是这个皇上家御赐的那个玉啊，这主据说呀、啊，哎，祖上啊跟皇上沾点边儿啊，说宋朝的时候那是啊，然后呢一赌气家里改姓玉了，多大志气这是。姓玉，名字叫大千啊，大千世界，万象更新，这个意思，玉大千。他们俩最好，王金榜、玉大千，还有几个，张三李四啊，王五赵六，叫这个随便叫吧，都不值当起名字了啊。小哥几个搁一块儿，七八个人，从小都是街坊四邻这一堆人。除了这小玉，
小玉家里边是直隶广平府，但是呢打小过继到这边，他有个舅舅，跟他舅舅在这儿活着。啊，后来舅舅去世了，完事呢表哥表嫂在这儿，咱也是一家人家，平时没事有时候也坐在一块儿，说咱们弄个诗社吧，王金榜、小玉、张三李四、王五赵六，您听这几个哪个名字像念书的，坐在一块儿来吧，研得了笔啊，把墨弄好了，纸也弄着，大伙儿坐在一块儿，这一天到晚可能一个字都写不了，怎么呢，铺完了纸研得了墨，这兴趣就过去了啊，大伙儿坐这块儿也说，可能咱们这辈子未必当得了啊，学这个什么大学士啊，翰林院，咱可能去不了啊。感慨完了就吃东西呗，是吧？成立这么一个吃货小分队，打小这十来岁就在一块儿，天天没别的事儿啊，念会儿书就开始研究吃的。小玉饭量大，而且呢争强好胜，有一回吃粽子，啊。五月丹阳啊，粽子来了，大粽子，有枣的，有豆沙的，什么都有。人南方人吃的有咸的，鸭蛋黄肉的什么的啊。北方吃呢，竟是枣的、豆沙的，啊。小玉给大伙儿表演吃粽子，吃了21个，大伙儿都鼓掌啊，好，嗯，还好抢救。吃21个，喂猪也受不了啊，而那玩意儿粘的，谁受不了吃这些个？啊，大夫说这没法弄，去拿一粽子来吧。这大夫聪明，有偏方，来粽子，找一块瓦，底下架上火，烧这瓦，瓦上边搁这粽子，一直把这粽子弄干弄透，最后弄焦黑了，碾成沫，冲水喝，2天才把这人救过来。这个不是玩笑，列位您记住了，无论您吃什么东西啊，说吃完难受啊。你就想你吃的什么，就把那东西碾成灰喝下去就能治。你说这你问科学家他也未必有能解释这个办法，但是人家老大夫这主意很好啊，不信您就试着啊，是不是？小玉啊，那个王金榜对年食差着，王金榜爱吃什么油条油饼这类的东西啊，是爱吃。那会儿的时候家门口有一炸油条的，王金榜天天去，第一是爱吃这个油条，第二是来他喜欢炸油条那个人的女儿。炸油条这主呢带着这么一个姑娘，这姑娘水水灵灵，14、15，小姑娘啊，就跟小嫩笋似的，每天他上那儿瞧着那炸油条，一吃能吃1斤2斤的，爱吃啊。就小孩嘛，你15、16、14、15，正是这个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的时候。可那会儿人家封建也不敢说，就拿着油条啊寄托自己这份情思啊。后来人家这家不干了，说闺女啊嫁人了，人全家走了啊。王金榜还挺难受，心里不是滋味，你看这事闹的啊，挺爱他的，没想到他走了啊，还自己做了一首诗啊，提笔就写：去年今日此门坐，人面油条相对错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油条依旧下油锅。嗯嗯，整个他们这诗社成立12年就有这么一首诗。你看这怎么弄啊，后来逐渐这哥几个就长大了啊，这都到了18、19，快20了，那个年头这就大人了啊！你现在18也算成年人呢，当年16、17结婚的都有了，所以这不叫事儿。再大点呢，小吃已经不能满足这几个人了，就开始喝酒了。哎呦嚯，一喝酒这太开心了！喝完酒之后诗兴大发，虽然说没写过吧，是吧？那意思是对的啊！哥几个坐在一块儿，小玉啊，王金榜啊。啊，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的，大伙儿坐一块儿喝酒。后来说这个，咱们老跟屋里喝没意思，咱们得出去喝去。村东口啊，城外头有一家啊开饭店的，好，开饭店这家啊，有一特色什么呀？羊肉。他后院有一圈里边养着好多活羊，客人来了之后一指，要这个，给你现杀，
哎，你说烤着吃啊，你说炖着吃啊，你说清蒸啊，都有啊。啊，有时候烤肉吃的最多，列位，你们有时候夜宵爱吃个烤肉串什么的。这烤肉串我们查了一下，中国最早吃烤肉串的地儿不是乌鲁木齐，不是新疆，徐州。你这都想不到的事情啊，打汉朝徐州人吃羊肉串，你还讲理不讲理啊？所以说这个老上那儿喝酒去，这一大帮人啊高兴，尤其是这个吃这羊肉。但是呢，每次去都到不了吃羊肉，他们就喝多了啊。这个一到这儿来，人掌柜的就迎出来了啊。掌柜的说：“那几位找个座吧，赶紧吧啊。”这个很正常啊，这很正常啊啊。这其中有一位说：“在那边，快去，快去！”哎，这就坐下了，妈坐下了。来了之后得先点着羊，掌柜的，来几位，来，快坐下啊，坐下啊，在后院点羊吧啊！为什么是每次都吃不着羊了？就是先点这个最肥这个这只，点完了进来，拍黄瓜、花生啊，弄几个凉菜。倒上酒，几位一作诗啊，你想啊，他们几个人能做什么诗啊？说不出来就喝酒呗啊，坐这儿，哎，四五分钟喝差不多都醉了。掌柜的还进来问呢、啊，一会儿是烤又着了啊，他总去，老说这儿羊肉好，没吃过，每回都一进门这，然后进屋就喝多了啊，三五天这，哎，这样，到后来再来，哎。羊说话了，赶紧弄死我吧，太可怕了，老来每回来都指我，这羊又肥又胖啊啊，每回都是这捆上没杀放了，捆上没杀放了啊，羊心说恨不得赶紧死就得了，跟你着这急呢是吧，反正就是一说这个意思你就听明白了，这哥几个也不是坏孩子，反正也没正形，就这么帮人，没事就以喝酒为生。这天这哥几个又聚了一块了，今儿在饭馆里边喝，饭馆门口挂一块匾，写着饭店的名字，仨大字儿，饱了横。这听就知道有品位啊哈！到天津这叫狗食馆，北京说这叫苍蝇馆子，一进门三四张桌子，啊，你想这个饭店饱了横，这不说着玩吗？也对，吃饱了就横了呗。我记得我小时候说书，天津我们有一说书老前辈，艺名外号叫宝乐亨，他那屋不能超过十个观众啊，说今儿上九个观众，那谁都是亲爹，客气极了，一上十个观众当时就撇嘴啊，谁都瞧不起，外号叫宝乐亨，有这么一位，这饭店叫宝乐亨啊。这个宝乐亨这老板呢，跟这里面这张三呢，反正拐弯抹角还沾点亲戚，那就这么一关系，没事老来来，有时候今儿没钱呢就不给了，说哪天富裕多给点，这么一个小饭馆，所以他们上这儿吃饭来也没有说开张没开张啊，关门了厨子下班都没有，说厨子歇班他们自个儿炒也行，就这么一个聚会的小饭馆，饱了横啊，坐在这儿一张桌子，这儿坐着小玉，这儿坐着王金榜，这几个人怎么坐都有，各式各样的，还有的上后厨跟着忙活去了啊，一边喝一边聊天呗，请啊请，哎呀我心情愉快，咱们哥几个没好够，我是真想赋诗一首，来喝酒喝酒喝酒，就给折过去了啊，折过去了啊，喝着聊着聊来聊去，这个小哥们在一块就胡说，什么都能说，说来说去就说咱们在一块儿这个咱们得分出一高低胜负来，是吧？这谁，咱们谁能耐最大呀？这个你分说什么？你要说吃年屎，小玉能耐大；你要说吃油条，那就是人王金榜。咱们诗社成立这么些年，唯一首诗不就那油条赋吗？是吧？就咱们得这那是对，那咱们得评论一下，是吧？得争出来谁是英雄，哪个是好汉啊？哎，咱们这么说，咱这里边谁胆儿大呀？
一说谁胆儿大，张三乐了，谁胆儿大？你要这么说，我二大爷胆儿最大，人他吃荔枝能吃400个，那叫没出息啊！那怎么叫胆儿大？他不怕死啊？是不是啊？那吃完都抖楞，现在说就是糖尿病啊，这是啊。啊，他胆儿大，都那样他也吃，连皮儿都吃。哦，那不算，还有谁呀？李四说：“那我哥胆儿大，哎，我姨家那大表哥，大表哥胆儿大，吃饺子不能捞出来，守着锅吃。怎么回事啊？这吃饺子呀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非得捞出来搁那儿看它凉了，凉了才吃，一嘴一个得嚼。单有一路要吃烫嘴烫心的。”讲究的主桌子上搁这么一锅，10个10个的煮，或者5个5个的煮，这饺子捞出来就得吃。说捞出来搁在盘子里边，一错眼神功夫瘪了塌了，他就不吃了。凉不行，必须得吃烫的。就现在也有这样的，爱吃烫嘴烫心的，啊，这就是说我大表哥爱吃烫嘴烫心，不能捞，捞出来搁在盘子里，这一会儿都等不了啊。他一定是脚踩着锅台啊，守着那锅吃。这饺子一看熟了，在水面上飘着了，哎，跟这儿一个一个吃，不知道什么馅儿。吃一辈子饺子，不知道饺子馅儿是什么，不知道吗？哎，就这胆儿，那烫烫烫，一个一个往下顺，多厉害！嚯，大伙儿这胆儿够大的啊！结果呢，死了，死了。25，享年25，这辈子冤了，吃一辈子饺子，不知道什么叫馅儿。大伙儿这不像人话呀，这个这是不是作死吗？这不是他跟着胡说八道，这帮人越说越开心，越说越开心，到最后这酒劲儿可上来了，说你们说的这些个都不叫胆儿大啊，我出一主意。说这话人叫王五，坐这旮旯啊，打坐在那儿自个儿就想，我今天要出一对联难难大伙儿啊，现在钟点俩钟头没想起来啊，到最后还算了吧，对联不提了啊，把杯撂下了啊，不说胆儿大吗，我出一主意，看你们谁能做到啊，咱先说奖励，明天这件事情谁要是能做到了，明天晚上3更之后还在这儿，这宝乐横这就跟咱们这据点似的，你要上别的饭馆人关门了，宝乐横没事，提前说好了，厨子留下，伙计留下啊，什么鱼肉菜都准备出来，明儿晚上3更之后还跟这儿见面。剩这主呢坐在正当中，每人敬酒3杯，喊声大哥，完事每个人拿2吊钱，算是一小红包，咱们服人家人胆大，嘿，这主意说哥儿几个高兴了，好啊，说吧，啊，咱来什么？怎么叫胆大？说吧，啊，挣这2吊钱，嗯，好。王五说，咱们这地儿啊，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啊，但是按城里来说，有这么一个地方。哎，你们吓我一跳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它叫一尺巷。什么呀？有一胡同，胡同的名字叫一尺巷，您听这名儿就知道，胡同窄啊，一个人走款款实实的，要说对面来人了，俩人都得侧过身才能蹭过来，一尺巷。王母说：“一尺巷，你们都知道吧？知道啊。好，这一尺巷啊，在城边上，这个地儿背景，人去的还少。白天有时候打那儿过，都觉着身上一阵阵发凉。咱们这样，以明天晚上为界，3更之前，哪一位？”有打一尺巷这头走到那头去，我们大伙都跟那边等着，说你走过来了，没别的，您是我们大哥，我们每人为您赋诗一首，哎，那就不必了啊，
等这诗能等到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走过来，大伙儿都佩服您，您是胆大之人，啊，完事我们给两吊钱的红包，请您喝酒，每人敬三大杯，以后见面以大哥相称。哪位来？张三站起来了，列位，我负责跟这儿准备饭。啊，因为这个掌柜的跟我们沾亲戚啊，我跟这盯着炒菜啊，提前把凉菜弄得了，酒烫上是吧？我就明天三更啊，三白天不算，中午走过去谁都敢啊，夜里三更走过来，一尺巷到这儿也没多远，是不是？我跟这儿等你们啊。张三不去，李四乐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知道吗？胆儿最小，嘿，你还慢说你走一尺巷，我告诉你，你跟这儿盯着炒菜你都害怕，我得跟着看着你，你别跑了呀！你跑了完事，大哥来了，谁伺候着呀？啊，这也不去，那也不去，都不去。这会儿功夫，小玉喝的这点酒恰到好处。喝酒啊，我原来我当年我也喝酒，我二十出头那会儿啊，喝的都邪乎，啊。因为我这个人对酒啊不感兴趣，我不爱喝酒，我也没有瘾，我端起杯来也不觉得香，那不像有时候后台他们聊天说呀这酒怎么这么好闻，我闻不出好来。但我最大的特点就是你要说喝我就跟你喝啊，这一大杯端起来粥了我就粥了，所以那会儿也没当回事儿啊。后来因为喝酒也没人跟我交朋友，喝得太愣啊，所以后来我也不喝酒，不爱你喝它干嘛，就不喝了。但是有的人真爱，一个是闻这酒味香，一个就是喝完酒之后这酒精一挥发呀，晕晕乎乎这个状态可以把平生很多不得志的东西全展现出来啊。有的人喝完酒这一辈子高兴的事都想起来了，乐了都不行了，我见过这个，哎呀躺地乐得直打滚啊。有的就是喝完之后这一辈子委屈都想起来了，哇哇的哭。我还见过一不错的小哥们儿，好多年都没见他了，啊，喝完酒之后客气，尤其在外边饭馆吃饭啊，他又一喝多了，端起这牙签来，看这罐啊，挨桌给人鞠躬，请您拿一碗，就不认识挨一个，你要不用他就求你了，求你了，你有这么个货，要不说酒要少吃是要多知呢，啊，老喝酒谁受了啊？这个。有的时候这酒啊确实是让人身体啊心情啊觉得都很舒服，但它就有一个度的问题。小玉今天这度挺好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到能惹祸，都别去了，我来啊。他要去，你这个玩意儿，王金榜说，哎，小玉，你是我们这儿胆儿最小的呀，嗯，上回这个粽子之后，什么时候瞧见卖粘食的不都哭吗？看见卖切糕的也躲着走，看见卖江米的你也跑啊？你怎么今天你说这个话？你甭管了，打这儿起我就是你们的大哥了，啊！明天三更之后是吧？好嘞，咱们还这儿见啊！你们找一个人啊，你们不用都上那个一尺巷那口等我去，来一个。来一个站那儿等我，等我一看我走出来了，哎，我们俩一块儿回来，咱们吃饭。两吊啊，一人两吊啊，是不是？对对，两吊两吊啊，敬酒三杯，哎，没错，敬酒三杯，以后我就是大哥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嗯，行，好吧。当天大家很开心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家归家，庙归庙，都回去了。别人不说，单提小玉。因为他挑的这事儿他愿意去吗？头天晚上喝了不少，转天一睁眼就已经是中午了啊。他哥哥呢不说了吗，过继给这家吗啊，哥哥呢拴了个戏班子，平时带人呢满处唱戏，家里就嫂子，嫂子挺好，给做的饭啊，弄的什么热汤面，起来了，哎，嫂子起来了，别喝那么些一天到晚的，你啊吃饭吧。嫂子很疼人，吃吧，哎，好歹吃了点，家里有那个
大一点茶叶，沏了这么一大壶，坐那儿自个儿喝。嫂子说：“你跟家待着啊，那个我得出去一趟，街坊那谁王奶奶家聘闺女，我去给人家忙活做被窝、做褥子。”哎，您去吧，嫂子啊。那个晚上我不回来吃啊，啊，你出去啊，啊，我上诗社。兄弟，学好啊！嫂子一边说一边往外走，去诗好几年了，一个字都没写过你们啊。嫂子走了，他还没事坐这儿啊，喝茶，喝了会儿茶呢，头天晚上喝点多，这叫宿酒未醒，又躺了一会儿，啊，躺下睡不着，拿本书来，翻了两篇，又拿一本书来，又撂下了，拿了三五本书，摞好了当枕头。这一觉睡醒了，天可就擦黑了，啊，现在说钟点就傍晚了呗，六点前后，起来了。兑了点热水，喝点水，心说我今儿可应了一大差事啊，出去挣红包去，挣红包给我叫大哥敬酒三杯，好开心啊。那么说一尺巷他们都不敢去，这他们也真是，你要说一尺巷里遍地粽子我不去啊，走一胡同怕什么呢，是不是，一尺巷无所谓，江米巷我不去啊，不好消化，是不是，一尺巷他们不敢去。哦，还有一个人在一尺巷那头啊等着我，嗯，露脸了，谁等我呢，王金榜，不见得，王金榜那个点儿估计得跟他爸爸那儿先陪他爸爸喝酒，然后才能去。张三、张三、李四俩，这俩胆小鬼啊，不能谁，哎，甭管是谁吧，我待会儿啊，我跟他们开个玩笑。对，越想越开心，自个儿定了一个计策。家里边是拴戏班子的，哥哥嫂子不在家，但是很多的东西在家里，啊，他上他哥那屋翻去。倒腾箱子，找出一个女人穿的白裙子白袄，嗯，挺好，这合适，待会儿我换上这。又翻腾，找出一女人的长发来，这么长，戴上之后能到后腰，啊，挺开心，叨叨吧，又把这半戏的颜料盒子翻腾出来了，粉呢、胭脂、色呀、眉笔都有，自个儿开心，太好了，哎呀，今儿晚上我得跟他们好好的玩儿，找了一块包袱皮儿，把这几样东西弄好了，跟家穿不行，跟家穿完出去让人打死了，对吧？准备好了。夹着，又在家出来，啊，饿吗？也不老饿的。这酒喝完了烧心，中午吃那个还没消化下去，心说待会儿到三更天啊，那一块连吃带喝玩一通宵，今儿开心。一出门顺胡同一走呢，街坊门口有几个不错的熟人呢，就端着碗坐门口吃饭，他就过去跟人聊天去，啊，聊了会子，天可就黑了，啊。那个年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啊，看电视什么都没有，天一黑了没什么事儿呢，也就都睡觉了，跟大伙儿聊聊告辞，您早歇着，您早歇着啊，得嘞，早睡觉，明儿见。你干嘛去？玩去，好开心啊。哦，那走吧，去吧，书要简言，就来到了一尺巷这儿。这个一尺巷啊是又窄又长，他离着民宅呀有这么一段路，啊，当年这儿确实也有点房子，但是没人住，没人注意，萧条下来呢，就显得这个地方有些个凄冷，啊，而且呢，它是一个背阴的地方，
白天也很少有人走，晚上那年头又没路灯，您算一算吧啊，所以这地儿显得瘆得慌。远远的，小玉玉大千就来了，架着包，站着一尺香的口上，没有卖粽子的吧？在他的世界里，只有那个玩意儿最可怕。这包扔在地上，嗯，哼，胆儿小，这不叫事儿。等着吧，等什么呀？等桥楼打二更。你去太早了，不显能耐。二更天，我打这儿穿过去，哎，他那边谁等着我了？然后我们一块儿去就合适了。嗯，等了一会儿，就听着桥楼上二更二点，换衣服吧。啊，换呗，把自个儿这个脱下来，他自个儿穿着一个素青的靴子，那过去男人爱穿的衣服，就跟道袍似的，把这脱下来，卷好了，打开这包，先把这裙子拿出来。这个裙子不是咱们现在是女孩穿那种裙子，不是，打开就是一整片，腰中一系，哎呀，其实就是一长方形的这么一片，拎着这么一系就是裙子了，系好了。挺合适啊，挺好。嗯，又把这褂子拿过来了，稍微的有点瘦紧，也凑合吧，穿上了，自个儿看看啊，挺标致啊，这身材多好是吧？嗯，把这粉盒打开了，真闲的他呀，拍啊拍，拍完了啊，弄点胭脂啊。抹上啊，想了想，嗯，挺好看，嗯，把这头发抖楞开了，扣到脑袋上，扣好了，头套，又把这头发拢到前面来，挡上脸，嗯，你看这玩意儿奇怪吧？你看这不怕妖魔鬼怪，怕粽子，你看这玩意儿，弄好了啊，自个儿啊，把自己的衣服卷在包里边，拎好了啊。没人吧？哎呀，我现在我就是大哥了，我就是。走，迈步就进了一尺巷。怕吗？列位，他终归他是人呐。越走啊，就觉着凉，浑身冷。两边原来有几间这个民房也锁着门了，有的窗户也不知让谁摘走了。斜眼一瞧，借着这微弱的月光啊，院子里边啊，荒草多老高，也不知什么小动物，偶尔的唰一声，没走了三分之一了，不叫事儿。嗯，一出这胡同口啊，我那小兄弟啊，就都跟着等着我了。嗯，我得壮壮胆儿。嗯，这会儿谁要来，我能给他吓死啊！嗯，嗷，自己喊，为什么喊？壮胆儿啊！嗯，恐怖到了极致就是愤怒。你记住这句话啊！哎呀，害怕，害怕都不行了。最后，你出来，我弄死你，那就不行了，已经啊。有时候街上你看俩人打架，那个喊的最凶的是胆儿最小的，啊，嗷，也不知是学的狼啊，是学的鬼叫唤，喊一嗓觉得就踏实多了，啊，走到一尺巷一半的地方，又来一嗓子，嗷，这嗷刚落音儿，迎面。啊！挡着脸呢，跟个门帘子似的，哈！心说谁跟我开玩笑呢？嗷呼！对面呀，
说话之间就到了切近了，到跟前儿，小玉踏实了。哎呀，活活吓死我！一看就是我们这帮人里边有一坏种，为什么呢？穿装打扮，整个状态跟自己一样。知道吗？白裤子，白裙子，白袄，大白脸，抹着胭脂，披头散发啊！小玉这儿看对过这个，那就不怕了呗哈！说话俩人到跟前儿一尺像，一个人走走不了，小玉就乐了哈！一侧身，人这时候也。一侧身，俩人扑哧都乐了，擦身而过。啊，小玉往那边走，这主往这边走，啊，你瞧人就是这样啊，你这一下就踏实了，不害怕了，啊，就跟你自个儿坐在屋里边，哪怕养一小狗，这小狗跟你一块叫两声，你也不嘀咕，啊，你一人跟这儿就嘀咕，你这人好奇怪啊，遇见这么一主，哎呀。真缺德！一会儿我看看是谁，我得抽他啊！但是我也没成功啊，他也不害怕我，这事闹的。走吧，啊，两三步往前走，就出了一尺巷。出一尺巷一瞧啊，更踏实了。真有俩哥们跟那儿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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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小玉你真缺德，嘿，吓我一跳啊！我去，可以可以啊，你真过来了，那不叫事儿啊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你撂下撂下撂下。你摘了吧，摘了摘啊，摘摘摘摘，搞笑露脸了，会的哥罢了，佩服您，说到做到，您是真敢啊！走走走走，咱们吃饭去，吃饭去，吃饭。仨人有说有笑，就奔着宝乐横去了。一到这儿都等着呢，哎呦喂，来回真缺德，好家伙，穿成这个啊！啊，刚才我要上这儿迎你，得把我吓死啊！王金榜也来了，好，你快擦擦脸吧，擦。给弄一个肉手巾板啊，把脸擦了，脱了吧，把这身脱了，换上自己的衣服，请上座啊。饭馆吃饭讲究上座，什么叫上座？您记住了，无论您跟哪儿吃饭啊，那主位冲着门的那是主位啊。你别听他们瞎说啊，有时候现在饭店也瞎摆，他觉得怎么顺眼怎么来，其实是有规矩的。这主人一定是背后边是个墙啊，面对着门，这个座是主座。去年我上山东济南商演去，没把我乐死。济南有一饭店，也是老饭店，啊，在一个什么，是温泉的，是什么一个地儿啊？进这屋了，我说你这摆的歪了，郭先生您上座，我说别上座，你这歪的，这个坐在这儿不应该冲着门才对，不是，我们是特意这么摆，坐在这儿看外边风景，您看外边，他一指，我往外边一看，我差点没哭了，怎么呢？这一指是一大玻璃。玻璃外边是一个什么水呀、啊、石头做的水系，他拿手一指，你看外头，我一看呢，好家伙，外头草地那儿一老太太蹲那儿撒尿呢。哎，我也乐，他也乐，老太太提着裤子骂街走了。啊，真事儿，这些年什么事我都遇见过。啊，这上座、主座一定是面对着门才对呢。啊，给这玉子爷让的正当中，这边王金榜、张三、李四、王五、赵六这哥几个团团围坐啊，拿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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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钱呢，红包呢，给您预备了，拿手一指旁边桌子上，一人两吊都码好了，看见了吧？这是您今儿的辛苦费啊，敬酒三杯，来，来来，挨个敬酒，夸呗，啊，高兴啊，呵。我是把您好友一比，兄弟，比作回来，想不起来呀，是不是？谁知道？反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您理解咱们诗社的风格啊？高兴啊！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哈、啊、哈。小玉说：“哎，我想起个事儿来，刚才一尺巷的时候，这你们这帮缺德是谁呀、啊？”穿了一身女人的衣服，披头散发，满面的白粉，装成女鬼跟我对面而来，吓唬我。这句话说完了，屋里安静下来了。
半天才有人说小玉没人。